们今天要讲的课程呢，就是接续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内容，就是molecular orbital 分子轨域。那么在刚开始讲分子轨域的时候呢，我们讲的是理化部分的那个复习。我们从这个氢原子轨域开始讲起，然后我们讲到氢 H2 的原子，然后把它做第二列的周期表呢，全部都讲了一遍。然后我们讲到了 sp 的 mixing， 也就是在氮 N2 跟氧 O2 之间会有一个分野，因为它有 sp mixing， 所以它 sigma 跟 pi 呢会对调。啊，那我们知道了这个部分以后，我们今天要继续下去的呢，是在讲 heteroatom， 也就是说两个原子是不相同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对这个采取什么样的手续，才能够解出它的原子轨域加成以后变成的分子轨域。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可能先给各位提醒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学 MO 是比较好的一个例子，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最近诺贝尔得奖者刚好也就是发表 OK。 大部分同学会觉得说我们在学 MO 的时候呢，主要的能用到的地方大概就是在考研究所的时候能够用得上。那么各位如果还记得我在礼拜五考的那个试，那个题目里面大概每一题起码80%是来自于各个学校，中山、台大、清大啊，他们的硕士班考题。你可以清楚地看得到，你们现在学的这个章节里面是几乎是每一年必考的题目啊。那在大硕补习班里面呢，网络上找得到，他说有32个这个重点，其中呢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 symmetry adapt linear combination， 也就是我们现在学到的原子轨域加成的分子轨域。这些分子轨域呢，用 Millikan symbol 来表示它的加成，也就是你们学的 reducible representation。所以这个范畴呢，就是给你任何一个原子，请你画出它的 MO， 好，并且把这个所有的 MO 里面呢，每一个 MO 它的 Millikan symbol A1、AEG 啊、B1U 这些都要写出来，而且你要知道它的对称是什么，然后知道说每一个分子轨域它的 bonding 的部分是由哪一些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所加成的，那 non-bonding 呢是来自于哪一个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啊？那symmetry adapt linear combination 是我们今天要讲课的重点，它的简称是 SALC， 就是取每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哎，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它的内容是什么。陆续的我会提醒一下各位其他的重点。在两个礼拜前诺贝尔奖发布了，这三位学者得到了奖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把化学呢带到了电脑世界里面去。各位同学对这个世界一定不陌生，因为大部分同学对他相亲相爱到清晨2点钟到4点钟都不会停的。那 cyberspace 所 offer 的东西除了电子游戏以外，在这个化学的计算里面呢也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三个人呢把化学分子的这个能量动态都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因此使得我们能够对于复杂系统包括光合作用啊、蛋白质啊、这个视觉细胞等等的系统呢，都能够清楚地知道它们的变化是怎么样的变化，电子打上去的时候，光进去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进了什么样子的 MO， 也就是分子轨域，然后这些分子轨域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造成了什么样的动作，然后造成什么样我们所看得到的生物功能。这个 Eric Warshall 呢，是我在那个南加州大学的时候，他是我的老师，他教我物理化学。OK， 那他在上课的时候也是非常风趣的一个人，他是以色列人，所以他的英文不太能够让我们听得懂。那我们上课的时候呢，对他的这个讲课呢，都抱持了一种这个能翘课就翘课的心理啊。因为他上课的时候呢，因为他是一个很矮小的人，然后非常的这个害羞啊，所以很像我们现在讲的三板老师，就是上课的时候看天花板、地板跟黑板，然后不会看同学的。然后看他是讲课的时候在黑板上写的字，写完了以后呢，就转过来跟大家讲解，然后讲了以后回过头来就把那个擦掉，所以他身上遮到的那个部分你永远看不到。那不过怎么样，我上过他的课以后，我不断地听说了其他的老师跟同学讲说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OK， 他在那个时代呢，也就是在35年前，在电脑都还不是太流行的时候，就已经这个做出了这个视觉分子的计算。
知道说我们视觉分子怎么样去受到光激发，然后有什么变化。那这个动作呢，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在国画课本上也见到的。等一下我给各位看一下内容。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你到 YouTube 去查一下，查一下视觉分子或者 Reproduction 啊 ，Reproduction。Reproduction，OK， 或者是感状细胞，或者是片状分子，或者是 vision 啊 ，vision 的这个 mechanism。啊，你就会看到这些电子计算啊。那各位大概在大学四年级学完了以后，你所学到的这个 MO 的理论都不足以让你去计算超过五个原子以上的这个分子，但是他们现在做的都是非常大的分子。那你为什么要学到呢？如果你仍旧是不能懂这些东西，你要学到的东西叫两个分子、两个原子、三个原子的东西，你要算它干什么呢？这个是基础。你如果了解了这些东西，你可以读懂他的论文，你可以知道说，当他说这个电子从 A 一 G 也跳到了 B 2 U 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抱歉，对，他那个诡异的这个耀签呢、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们那个时代是一个 computer 还没正在启蒙的时代，所以我在做学研究生的时候呢，我的电脑呢上还是用这个 paper tape 去转的，以后才会变成 magnetic tape 就是磁带。那个时候的电脑呢，是非常古老的。那个时代呢是Steven Jobs 就是贾伯斯刚刚开始的这个时代。可以看到，在1976年，也就是我刚刚进到这个研究所的时候，刚刚透露说我非常年纪大哈，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的第一代的苹果电脑还是用木头做的。那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在1984毕业的时候呢，还是用苹果的这个 Macintosh 的电脑啊，对，这是我这个大学的时候。然后这个研究所的时候用的这个 Macintosh 是 Apple 它第一次也就是麦金塔第一个出来的一个样品，非常成功的样品啊。那这个时候呢，它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拉翼的方式去这个操作，而所有的这个 IBM 的电脑，也就是我们各位现在熟悉的 PC 呢，都还必须打指令，都还是一个黑色荧幕，然后要打说 DIR Directory 出来一个东西，然后就写上密码什么，每一个都是指令，然后你看不到任何其他的东西。不过那已经算是进步了，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用打卡的方式，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终端机电脑，我们只有打卡，然后把那个打卡机读进去，我们看不到终端机，我们所有的程式就是一段的一叠的卡片，然后把它读下去，然后算出来的东西就是报表或者是图啊。但是在那个时代，瓦舍他已经能够计算出这些分子，他计算的东西呢是这个啊 ，retinal， 这个 retinal 这个分子呢，在11号这个地方的 double bond 呢是会受光激发，然后产生 cis trans 的 isomerization。在这边的 double bond 可以看得到，在这个 cis form， 也就是双电里面都是在同一边的这个状态上，是一个弯曲的形态。那周围的这个 G protein 呢，也就是这个视觉细胞旁边拽包含的这个细胞，会有一个空洞包含着它。照了光以后呢，它们这个光线就会使得这个双电呢打断，然后呢，把电子激发到 antibonding 的地方。到了 antibonding 的话 ，double bond 的那个键 order 就会减少，变成 single bond。变成 single bond 的时候，它就可以 rotate， 因为这个 cis form 是比较 stereo non favor， 也就是说在立体上效应上面是比较挤压的，所以它就会自动转成了这种 trans 的 form。这个部分跟这个部分 double bond 的部分是 trans 部分。这样子的形态的改变会造成 G protein 整个的形态的改变， G protein 形态改变会造成整个 membrane 和电nerve system 的这个改变而产生的这个视觉的讯号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的变化大概在35年前它就已经算出来，然后给我看过一个30秒的电影，那时候做的。那你如果去看它这个发表，它在最近几年都还继续在这个领域上发表。好，所以各位要学 MO 干什么呢？主要是为了考试啊。然后如果有兴趣到研究所的人，你就会发现到你要懂得研究所的论文的东西的话，他们都是用比较深入的 MO 去解释所有的 bonding。 你如果到了无机组，无机的老师叫你点这个 G
解释金属跟有机的东西的这个之间的关系，那这些都需要用这个分子轨迹去解释。你要解释物化的光谱，你会发现到你要解释是从哪一个能阶跳到哪一个能阶，能阶为什么加大或减少，有 blue shift 还是 red shift 这些解释。那有机的老师会告诉你说，这个反应为什么会发生，那个反应为什么不发生？它有 sin 跟 con 的这个 selection， 它们这个 symmetry allow 的时候就会产生二加二的这个加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因为它的分子轨迹里面同向或异向的 symmetry allow 可以生成。因此，在 MO 里面这些观念跟它所用的代号，是各位所必须学会的语言。你如果不会这个语言，你要到研究所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再进去一步的。哎，好。那我们在上一节课所讲到的东西是这个双原子分子，所以我们现在会讲到的异原子分子，像这个 HF 的这个例子，我们等一下就会介绍。在那个异原子分子的双原子分子的这个例子里面呢，我们注意到所有的 MO 都是靠着orbital 要互相能够重叠，然后也就是说它的区域是能够都是重叠在一起才有效的间接，然后他们这个2s 跟 es 如果要在一起的话，能量必须相近啊，或者是2s 跟 2s 的这个能量，它们是必须相近了以后才能够产生这个 interaction。所谓 interaction 就是我们所讲的加成，加成的意思就是变成 bonding 和 anti-bonding， 一加一减，这个我们称之为 linear combination。然后它们距离必须要近，才能够产生足够的 interaction。那比较远一点的分子，一个分子里面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一跟三之间。是经过二产生这个 interaction 的，或者是比较远一点的氢键的部分是没有很强的 interaction 啊。那 MO 不但可以解释共价键，那通常对于离子键的部分也能够稍微解释。我们等一下会用一个 lithium fluoride 做一个解释。好，在这里面告诉各位，在形成一个键结的时候呢，它那个轨迹的部分，白色跟白色必须加成，黑色部分和黑色部分加成，这个就是表示在 wave function 里面同一个像的波会加成起来。那我们是用图形表示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轨迹的部分呢，画成黑跟白的部分，像 P 轨迹，这个代表的是它的符号是变。那如果这是一个 PX， 那就是 Y 轴。那表示说，对于 Y 轴而言，它是会变号的，这个 sin 是会变的。那一个 bonding 呢，就是在原子轨域能够 overlap 部分，然后 anti bonding 部分呢，是指 opposite sign 会连接在一起。譬如说，那这个部分呢，它们之间呢就不会有 overlap， 那就会形成的就是 anti bonding。那如果说是一样的 sign， 就会 overlap 产生间接。那我们那时候用氢原子解释过它的加成，然后有 bonding 跟 anti bonding， 那所有的原子把它加起来以后就是分子轨迹。那这个是在同原子双分子或者是异原子双分子的分子轨迹都一样，甚至扩充到很大的分子都和蛋白质也都是这样。通常这个原子轨迹呢，会使得加成的这个 MO 一个低一个高，这个各位大家都知道。那我们要在考虑能量比较接近的轨迹才能够重叠或者反应的时候，你必须知道它的能量。你的能量怎么知道呢？在这里面有一个大概的表格，各位，这个表格的表是跟那个游离能的不太一样，原因是因为在这个地方的 2P 是把 PX、PY、PZ 的能量全部加起来平均的，所以大致来讲的话，就是原子序越后面的越大的，它的核电荷就会越大，所以吸引的就会越强，能量哦，就是吸引力越大，所以能量就会越低啊。因此它们都有这个下降的趋势。那 2S 跟 2P 的比较，同样一个碳，那么 2P 当然是比较高， 2S 是比较低的啊。这些要知道，但如果你要比较氧的话，你会发现到它这个氧的部分呢会比较更下来，所以这个 gap， 这个 2S 跟 2P 的这个所谓的间距和在碳的部分的间距可以看得到，从周期表左边到右边是越来越怎么样，变得越来越大的啊。那我们就用这个表格去判断一下哪一些能量是可以 overlap， 哪一些能量不能 overlap。 那这个能量是不是 overlap 呢，最终呢是要靠实验来够知道的。Okay， 那像这个实验的上面的这个数字，在这个 CO 的例子来讲的话，碳
2S 跟 2P 的那个能量跟氧的 2P 的能量是接近，可以看得出来在氧的 2S 在所有的这个 MO 里面呢，它是占的是比较不重要的角色，它不太能够 interact， 原因是因为它的能量太低了，跟它们不相近，所以差别很大的话没有办法 interact， 啊，这是 MO 里面一个先决条件。我们如果用 PowerPoint 来继续解释这些题目的话，很可能各位同学会有点 lost， 也就是说不太能够了解它整个程序，所以我打算用黑板上面一步一步做，然后大家看完了以后做好了以后呢，就再看一下 PowerPoint， 回忆一下它怎么做。那我们今天要学的东西呢，是分几个部分啊。第一个，我们主要是要学MO 就是 molecular orbital， 就是分子轨域的代称啊。MO 的好，我们第一个需要学会的就是任何一个分子，我给你，在研究和考试的时候也会这样，给你一个分子，请你画出它的 MO 来，意思就是说画出它的这个分子轨域，把它分子轨域的低阶到高阶把它画出来。第二个呢，有一些考试呢会叫你画图示。啊，各位都晓得原子轨域啊 ，S 轨域是一个圆圈圈 ，P 轨域是一个哑铃形 ，D 轨域是一个四叶片状的东西。但是分子轨域，原子跟原子加起来了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轨域呢？你是要加成。那加的时候注意到符号，白色加白色，黑色加黑色，啊，阴影加阴影。那这样子做出来这个 MO 呢，就是可以用图形来代表。那么这个图形也可以能够知道说，它们跟另外一个原子这个重叠的时候，这个图形跟另外一个图形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间接。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有一个 P 轨域啊，跟一个 S 轨域的东西重叠，这个 S 轨域里面把上面跟下面的这个不同符号都会重叠，所以就会相消，所以它会是一个 non-bonding， 它就是没有 interaction。对，可是今天如果你是两个 PZ 的PX 轨域 PX 轨域，它们之间呢就会符号相同，这会形成一个拍键，这个拍键呢就会是一个 bonding， 会比原子轨域还要更低能阶的。那画出来的这个结果呢，这个 MO 呢画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拍，你要会画得出这个 MO 的东西来。好，第三个呢，你要画出这个 MO 以后，你要会用，你要会讲得出它所有的 Millikan symbol， 也就是它的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是什么。也就是说，你画出来的这个拍轨域，它的对称性，对于稀数轴和这个稀数轴和包含子面的 sigma 平面，它的运作，如果说是不变就是一，如果是变号，黑白相对调，那就是负一。如果说从这个地方转到另外一个地方移位，那就是零。像这样的标准动作里面战胜做出来的零一零一负一这些符号，跟 carrot table 比较一下，你去对应一下，它是属于哪一个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OK， 这是不可化约的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不可化约的表象，这些不可化约的表象呢，就是 A1 啦、AG 啦，或者是 BU 或者 B1U， 看你的点群的这个标示的方式啊，由这些东西组成的。那你必须要知道说，这个拍轨域它是属于 BUU 还是 AG 啊？那当然 ，carrot table 后面都有表示，怎么表示？在右边的部分，有一些地方会写 XYZ 或者是 X 平方 Y 平方或者 XZ， 那些部分是 IR 跟 Raman 所判断的一个区域，那个是上节课您讲过的东西。那些东西只要是 XYZ 的就相等于 PX PY PZ。 好，我们见到 table 的时候再给各位详细讲一下。好，第四种是这个
好，所以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要从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呢去做 A1 跟 A1 的作用啊，你这边的这个原子和这边的原子各有一个 A1 的 orbital， 它们去作用得到了这个另外一个sigma 的 A1 跟 sigma star 的 A1， 像这样子的运作呢，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做的例题。那考试的方式有几种呢？一种是你可以用完全不管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如果你够厉害的话，你原子轨域的这个图形很熟悉的话，你就可以把它这个每一个原子的这个原子轨域画出来，然后去看它说 P 轨域跟 P 轨域相接有没有 sigma bar， 有你就把它画在下面画在上面，用图形的方式呢，你就可以画得出这个 diagram 来。对，然后当然你要考虑 SP mixing 呢，决定一下它有没有对调位置等等，那个细节。那有另外一种做法呢，就是你用symmetry symbol 去看这个所有原子的轨域 AO 啊 atomic orbital， 把它的这个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全部做出来，也就是说 P 轨域对于 x y 或者任何动的 symmetry operation 它的 carry table 是属于 A1 还是 EU， 也就是说你根本不管图形，你就单独的只把轨域用这个东西去做来，然后你把所有的这个那个向量全部加起来算出来，可以得到它这个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如果你要考虑 MO， 那你就可以不要画那个图，你就直接把 MO 做reducible representation。也就是说，譬如说水有这个氧跟氢，啊，那么氧的 PX、PY、PZ 和 RS 轨域，加上氢的 ES 的轨域，这几个轨域就是一团轨域，全部都把它做这个对称运作，得到了 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以后，再去用我们以前教过的方法化约出来。啊，简单讲就是给你一个分子，然后叫你去画出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去解释 reducible representation。那个意思就是说，把分子轨域的，把这个一个分子里面所有的原子轨域，经过这个对称运作操作以后，去找出来它们的这个对称性是什么。这个对称性是用这些符号变成 symbol 来代表。然后你再去用这个 Millikan symbol 相同的轨域呢去做interaction。听到这里，各位因为没有听过粒子，所以听起来有点模糊，所以我们现在用粒子来讲，我们再回头看你们加深这样的印象。好，各位如果还记得我们以前的氧，这个轨域是怎么样画的呢？这边是 O， 这边是另外一个 O， 那么得到的东西是ES 我就不画，因为它跟这边是一样的。那我们这边是 sigma， 这个是 sigma star， 啊，这边画出来的东西呢是由 PZ， 对，啊，你要会画这样的连接。PGPG 之间连接起来，所以这个会画出来的 MO 是 OK， 那这个我们称之为 Sigma， 然后呢这个 Sigma star 呢是跟这边不一样，是sigma star， 你可以看得出来它们之间没有 overlap， 所以它们是一个高能量的 overlap， 高能量的这个 bonding。 那在这个地方呢， PX 跟 PY 可以想象到它们都是跟我在这边画的情形是一样，会形成派间接，所以呢 PX 在贴黑板上呢，我们是 X 面， Y 是进入黑板这一面，也都有各有一个派轨域，我们在这里面的两个是一样的能量，所以它画成一样的高度，这个我们称之为 degenerate。然后 degenerate 呢，我们通常会用一来代表，然后一是指那个Millikan symbol 里面的一，是 double degenerate， 如果是 T 是 triple degenerate， 如果是 A 或 B 就是single degenerate， 就是没有 degenerate 的意思，像这个是一个的，这是两个的，
三个都一样的，我们称之为 triple degenerate。那这个是我们的pi，来自于 px 加 px， 啊是加吗？我看看 ，px 加 px 对加 ，OK， 然后 py 加 py， 这是pi规律。然后还有一个相类似的 pi star 是来自于 px 减 px py 减 py， 然后变 p 啊 pi star。这是我跟你讲过的这个双原子分子，你们要会的东西就是能够画得出这个 energy diagram 的顺序，写得出它这个 bonding 的 style， bonding 的 symbol， 然后你能够画出每一个这个图形来。像这个样的图形就是两个圆圈圈，啊，这是 S， 这边是两个圆圈圈，里面颜色不一样。这个两个圆圈圈合起来会变成一个大圆圈圈，这个就是 sigma， 啊，你所在的氢原子在这，氢原子在这，啊，不对，讲错了，氧原子的中心和中心的这个地方，你画一个点。这个地方好，这里画一个，这里画一个点，这边就画一个这个点，看这个点，代表的原子核所在的位置。好，这个就是你各位要做的，homo diatomic 要做的。那么我们来做 hetero diatomic， 会跟它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第一个举的例子是 CO。CO 的例子有什么不同？各位看得到，在左边是用碳，那么左边的碳的这个 2P2S 跟右边的碳跟右边的氧的这个分子轨原子轨率谁比较高？在我们比一下这个 2S 2P 和这边的 2S 2P， 我们现在画这个 CO， 这边是 C， 这边是 O， 这边有 2P。这边有 2S， 然后这个氧的 2P2S 在哪里？记得我讲过周期表的那个排法，越到右边怎么样？越往下，所以呢，这个 2P 一定是往下。然后画远一点，然后它的 2S 在哪里？更下面，这边是这么高。到这里，要再往下。2S 氧 ，2P 氧 ，2S 碳。那这 interaction 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它到底是相近还是不相近。我们会发现到说，能量相差在14以上的就不会相近。OK， 像这个 2S 的能量，课本上有做。好，有没有人知道这里面的能量是如何就是知道的？就是刚才我们在课本上面知道了每一个原子它的 2S 2P 的能量是怎么知道的？是实验得来的。什么实验？有没有同学知道？用的方法是光电子能母，你打一个光线到一个分子上面去，激发把它电子打掉，然后一路打下去看把最低的能量打掉，也就是说这边的电子这是氧的，一个能接一个能接的打掉，你看看要打掉它们的时候各花多少能接，然后就会在这个地方发现一个图谱这样的。那这个能量呢？这个能量这边越下面就越负，这是 energy 的一个 label。所以我们可以从实验上面知道说每一个原子它们的能量在哪里，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知道说我们的这边绝对不要知道多少。OK， 各位翻一下课本，有没有同学知道碳的 2P 跟碳的 2S 是多少？这边是多少？负十，你这个是负19.43，这个是负15.85，这个是多少？32 eV。OK，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的 interaction，
是差到12左右，所以大概是有弱的 interaction， 因为我们说过10到14的之间 interaction 是弱的 interaction， 有，但是呢不很强，可以说可以忽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 interaction 跟这个 interaction 会得到什么样的东西呢？你会得到interaction 完了以后的这个 sigma， 在这个能量的高低是跟它差不多接近一样的，所以这个里面呢，这个 mo 这个 mo 呢，大部分都是氧的里。所以他们这些分子轨域会跟原来的原子轨域很接近。那我们再做 interaction， 这样还看不到。好，照刚才的结果，会形成 sigma 棒的是谁 ？PZ 跟 PZ， 对不对？会有一个 sigma， 然后呢，会有一个 sigma star， 然后呢，两个，这样子没有做完。你以为这是结束了？你要知道 ，sigma 跟 sigma 会 interact， 它会上升。为什么？什么时候会有这种 sp 的 mixing 呢？你要看这个 s。这个跟这个，它的能量是不是相近？它这些能量是多少？差不多是在10以下，表示什么？表示在这个地方的形成的 interaction 是强的，也就是这个 sigma 会使这个 sigma 上升，所以它会跟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个 sigma 就会稍微再下降一点点，啊，这是我们的 CO。好，那电子呢？电子碳有几个电子？从 2s 开始算起的话，价电子是4个。然后氧的话呢是 2s， 6个。加电子，六个加电子，所以六个加四个是十个，1、2、3、4、5、6、7、8、9、10。等会儿，碳，哦，没有错哎，所以这表示什么？邦尼跟邦尼 cancel 掉了，这个地方呢，总共有三个。电，一个 sigma， 两个派，所以是 C O 三键。那 C O 三键里面，这个我们以前画的是 lone pair， 和 lone pair 在这里，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能解释？有没有同学能够解释为什么在金属键结的时候呢？他们都是由碳端来接，而不是由氧端来接。金属本身是缺电子的，都是带正价的，需要电子。那么氧是电负度比较高的 ，electron rich 的。为什么它不接 electron rich 那一端，要接在碳这一端呢？在 Lewis structure 里面，你不能解释这个事情，因为你从电负度看，你会预测从这个地方接。可是从这个分子轨域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OK， 我们这个是最高的田的能接，我们称之为 HOMO， 就是 Highest Occupied
某的一颗 orbital， 然后上面的这个是称之为 LUMO， lowest， 啊，这以上很多，但最低的是这个 lowest unoccupied。那你要给电子出去是要从这个地方给，你要得到电子是从上面接受，所以这两个呢 MO 跟 LUMO 我们称之为 frontier orbital。 叫前端的轨域，前端的意思就是在前面会发生反应的轨域，在这个地方的电子要给出去的话是在这个地方的，是这个电子，这个电子呢比较靠近碳端，所以这个地方呢它的分子轨域实际上是由很大的一个系数乘上 C2P 啊，碳的 2P 轨域和这个很小的轨域是从我看 Sigma 是从这里 PZ 这边得来的，在比率上来讲这个地方比较接近碳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分子轨域是碳的这一端去做作用的，所以就分子轨域来讲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金属和 CO carbonyl 的这种作用下面碳是接在金属这一端而不是由氧这一端接金属这一端的，这已经很多研究所考过，如果没有考到了研究所读书的时候老师还会考，如果不考老师在教有机金属的时候一定会教会问。那其实我们现在做的这一段呢只是一个基础的做法，还不是完全正确的一个做法。好，那我刚刚讲过你要会的东西是会画energy diagram， 然后我们会画出这样的 energy diagram 是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他们 S 跟 S 的 coupling 跟 PZ 跟 PZ 的 coupling， 然后会得到的 bonding 的这个 interaction， 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这个我们用原子轨域画过图，看过它的间接是怎么形成的。所以各位下面的第二步呢，就是要把每一个原子轨域所组成的分子轨域它的图形给画出来。举例来讲，有没有同学能够画出这个？画的方法是碳这一端。碳这一端和氧这一端，那么碳跟氧的部分这个 pi 的 interaction 呢是由不同的 p 轨域形成的，所以呢最后得到的东西呢是这样子的话是一个 pi。 那么这个的 sigma 是怎么画的呢？它是来自于哪里？这个 sigma 是来自于碳的 RP， PZ。我们为什么是用 Z 呢？因为我们会把分子的主轴当作 Z 轴，在这个地方要形成 sigma 键，这两个拍键，一个 sigma 键是怎么样形成的呢？是这个地方。所形成的这个间接，然后我们就把原子轨域所形成的分子轨域画在一起。好，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一下这个图形，也就是这个 sigma 它的 Minkin symbol 是什么？
要怎么样去得到这个图形，或者是这个 Sigma 鬼域它的 Millikan symbol 如何得？第一件事情，确定它的 point group。第二件事情 ，find character table， 找到那个 point group。第三件事情，找一下在 Z 轴，这个是跟 Z 轴相同的，在 Z 轴那个地方，它的跟 Z 尾巴后面有 Z 的那一个 irreducible recitation 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要这样做，你就开始每一个都做一遍，把 carry table 里面所有的对称元素符号做一遍。identity 一 ，CZ 轴旋转一，这个地方旋转，这边还是一不变。然后，对应这个，sigma p。PZ 这些都是会得到一的这个 character， 那得到的结果呢，这就是 A1， 你可以知道是不是。那我们做一下，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是要算它的 character table 里面它的 point group， 这个 point group 是什么 point group 呢？ CO C infinitive C infinitive V， 因为它是没有任何一个面垂直它的这个没有好的中轴，这个是 Z 轴，只有这些包含它的面，是，所以是 C infinity V。各位如果翻一下 C infinity V 的这个 table， 会发现到怎么样？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会做什么事情？我们要把 C infinity V 呢改成。我们要把它化约简单一点，把 C infinity V C 二 V 各位课本上有，好我 C 二 V 在这里写错了，所以我等一下再修正。各位看一下 C infinity V 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 A 1，有个 A 2，还有一个 E 1。这里的 E 1呢是代表 double degenerate 的意思 ，double degenerate 意思就是它等于是两个。等一下我们就看到它是等于 C 二 V 的。B 1加 B 2是相等的，啊，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等于C 2 V 这个化约，我找一个 C 2 V 出来，可以看到 C 2 V 这个地方 A 1 A 2 B 1 B 2 B 1跟 B 2这个地方，如果把它化约起来变成一个一的话，两个加起来这边是二，这边是负二，这边是零，这边是零，啊，二负二零零这件事情在。刚才的这边二负二零零，负二这180度是负一，所以这二负二零零，你可以看得到，如果你把 C infinity V 化约成 C 二 V 的时候，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个 E 1 double degenerate 会变成 B 1加 B 2。所以说，如果我们把一个 CO 的这个轴 ，CO 这个轴当 Z 轴的话，它的平面 x 和它的 y 方向其实是无限旋转的，所以 x 跟 y 没有办法分辨。x y 没有办法分辨的话，是就是说 c 二 v 上面的 x 跟 y 是合并起来变成一个的。所以对于线性分子呢，我们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会把那个 C infinity 的轴改成 C 2轴， C 2的这个的点群会是 C infinity 点群的一个简单化约的品，是属于它的子群。啊，那这样做的话比较简单，你就不需要做无限的轴，然后无限大的一个 table， 你只要做 C 2的轴就可以。有一点点差别是什么？ C 2轴里面的 x 跟 y 是不一样的， C infinity 里面的 x 跟 y 是一样的。所以 C infinity 里面的这个 E1 在 C2 里面呢是分成两个来看，也就是 E1 跟 B2 的，但是这一点我们只要把它脑筋里想成说 E1 跟 B2 是一样的，一个代表的是 X， 一个是代表的 Y， 然后呢我把它都加起来了以后呢，会变成一个大的 E， 然后这边是2负2 0 0，然后这边的是 X 逗点 Y， 也就是它们同样是代表的 E1。用这样的想法的话，你就可以觉得 C 二 V 跟 C infinity V 呢是可以连接的，然后你可以把一个无 infinitive 的轴换成一个 C 二轴去化约，比较好做计算。
下一节课我们就开始做这个计算，从 CRD 开始做起。好，各位消化一下，看看书，好，先休息下课。